在播摩阿回家。那么更谢谢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陈志伟哈，再次把珍珍请到这边来。啊，其实有一段时间，因为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的，飞到一直没有上了立新娱乐制作的舞台，重新回到我这个大家庭，我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也非常感恩。那么紧接着准备来一首大家很熟悉的福建歌曲《红中的玫瑰》，谢谢，来点掌声好不好？掌声就是我们的推动力哦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